被刷死的朋友圈，做微商的这位朋友，请自己退群吧，本群不欢迎微商。这位朋友，这里是行业内朋友交流的园地，你发的东西不适合这个群，请发到自己的朋友圈去吧。2014年，有两样东西因为大干快上，最终走向了水过地皮湿的境地，其中之一是微信公众账号。这个新事物刚开始兴起的时候，因为稀缺，因为新鲜，因为方便，因为能够快速吸粉，所以对微商的发展加持了很多功力，也因此催生了大量有一定影响力的自媒体，如虎嗅网、今日头条等。但是到了后期，当微信公众账号出现几何级增长的时候，其资源价值开始大打折扣。以前这些自媒体发布的深度文章很快能激发高阅读率、高转发率，而现在来自微信公众账号的内容普遍被大家视为广告，需要在微信群里发红包才能获得关注和转发。此时大家不随便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了。即使有一些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为前提的活动，如抽奖、投票、评选等，能吸引来比较多的粉丝，但这些粉丝却又成为很多死粉和无效粉。为数不少的人在帮朋友投票的时候关注了你的公众账号，等投完票之后立马会取消对你的关注。其中之二是朋友圈。2014年，普通大众深藏不露的偷窥心理在微信朋友圈被演绎得淋漓尽致。你在朋友圈高调晒，我到你的朋友圈去悄悄看，刷朋友圈各种晒，成为微信玩家的一种必备课程。每天 N 多次浏览朋友圈的信息也成为我们生活中一种常态。朋友圈所聚集起来的眼球被微商视为一座商业富矿，于是各种信息、各种产品、各种推广、各种卖货便一蜂窝涌向朋友圈。面膜、服装、化妆品、衣服、首饰之类应有尽有，甚至有人创意独特在朋友圈卖起了棺材。朋友圈营销是基于一种信任关系的商业模式，在早期人们对这种模式有新鲜感，愿意去尝试。但是到了后来，在朋友圈销售不靠谱产品的事件频发，人们开始对朋友圈销售产品的方式产生了质疑，对微商疯狂刷朋友圈的举动也越来越反感。越来越多的微商开始在朋友圈被屏蔽，或是直接被拉黑。链接：圈子营销时代正在开启，目标人群圈子化，过去信息不对称，导致谁的嗓门大，大家就认谁，但在互联网时代很难再通吃，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你的目标人群，对人群进行切割。互联网时代的强交互性让你的目标人群一定是形成一个个圈子，你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个圈子，然后跟这个圈子来互动对接，寻找圈子、融入圈子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一大趋势，而微信社群所提供的正是这种便利。2014年，中国最大的中年企业家粉丝社群憨客公社，其创始人王维对移动互联网有着比较深刻的分析和认知。他在演讲中经常提到，移动互联网已经把我们的社会从封闭浅转变为透明深，沟通将走向高度透明化，而微信这个工具也将人们的社交效率无限提高，将我们的社交圈从三朋五友扩大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其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不过是通过微信的
快速建群功能极其简单且方便。但是建一个或 N 个微信社群，这件看似简单的事情，其实背后隐藏着很大的玄机。如果你随便拉几百个人到你的微信群里，无目标、无目的，纯聊天、纯扯淡也还罢了。但微信提供给人们的核心功能是社交，人们追求的是高效社交、有效社交。能进到你微信群里来的人，一般是跟着你有共同或者是比较接近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人，至少你能包容和容忍彼此之间存在的差异，聚在一起。你们总还是希望能够一起干点事儿。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找到圈子、融入圈子、捉对儿找朋友，同样也是成为一种常态。在这种常态下，没有找不到圈子人，只有找错圈子人。与这种常态相适应，加群退群成了家常便饭，拉人踢人也成了家常便饭。微信社群走向兴盛。微商生态环境趋于恶化，微信公众账号显露出疲软状态，微信朋友圈被刷到死机，目标人群圈子化，在传统行业之外，借助移动互联网强大攻势，微信正在把我们带入一个圈子营销时代。圈子有自己的文化特征，在这里，死粉、僵尸粉不受欢迎。广告推销为大家所讨厌，而互动交流成为融入圈子的敲门砖。在圈子里发起互动的多的人，会被赋予更多的明星气质；参与互动多的人，也会为自己赢得比较高的人气指数。而那些总是能够主导圈子话题导向的人，最终往往能够成为圈子里的领袖，人气。粉丝、人品、信用成为圈子营销时代主宰，而产品的重要性反倒居于次要地位。在这个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并不缺好的产品，我们缺的是对好产品的认可和信任。在圈子营销时代，靠谱这种品质已经成为这个社会最为稀缺的资源。价值聚焦下的退群潮场景，不好意思，因为群太多，手机太卡，已经严重影响了本人的工作和生活，先行告退，待日后再回来，大家有事可以加好友私聊，谢谢。就像其他事物一样，社群的发展早晚也会迎来审美疲劳、视觉疲劳和感觉疲劳。在大社群时代，大量微信好友多如牛毛的微信社群，每天海量的微信消息，让每个人的手机承载力达到了超负荷，卡机、卡机、卡机，还是卡机。清理信息，清理信息，清理信息，继续清理信息，这已经成为很多人每天的规定动作。此时，我们所面临的选择，要么是换一个内存更大、运行速度更快的新手机，要么是退掉一切无关痛痒的微信群。信息轰炸除了带给手机不堪重负之外，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少困扰。不去看信息吧，心里痒痒；去看吧，很多都是诸如“早上好”“下午安”。吃饭、喝水、闲扯淡之类的垃圾信息，这样的信息占用了我们太多的时间，夺走了我们的节假日，影响了与家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拉开了亲人间的距离。在家里，两口子各自抱着一部手机，与微信群中的好友聊得火热，却与家人相对沉默寡言。这种现象早已很普遍。因为不堪其忧，很多人开始有选择性的退出一些微信群。
通过退群净化自己的微信空间，只保留那些对自己说有价值、很重要或者是实用性很强的微信群。退群潮涌，这一天正在或即将来临。对于正在出现的选择性退群现象，有人开始惊呼，退群潮来临，社群泡沫破灭。而另外一些人却正在为这种社群价值聚焦叫好。2015年4月，在第四届憨客节结束之后，憨客老王在憨客公社做了一场题为“什么是最大的浪费”的 FFC，提出了社群价值聚焦理念，同时号召憨客公社的成员要本着社群不交叉原则，有选择性的退出没有隶属关系的地方分社社群。在此时，憨客公社的社员很多人除了在自己当地所属的分社社群之外，还待在各地分社的微信群。由此重复交叉的微信群多的可以达到十几个。各个分社群在转发总督消息的时候，形成大量重复信息，给人带来沉重的负担。退出不相干、重要性不高的微信社群，集中于总社，在专注学习、深度交流中提升自身在社群的价值，是憨客公社推出的一大举措，为众人所叫好，同时也为憨客公社更深度地进行商业价值转化，营造出一个更为合适的环境。或许以社群价值聚焦为导向的退群潮才刚刚开始。链接：被屏蔽的流氓营销。与微博的开放性相比，社群具有更强的圈层社交属性。在这个天地中，经过早期的兴奋试水、整合和沉淀之后，社群正在走向进化。大家开始越来越排斥简单粗暴的商业行为。大多数社群在其群规中都将禁止发广告放在了重要位置。很多社群更是严格禁止广告，并宣布一旦有违规行为，即刻剔无社。即使是那些管理相对宽松、相对人性的一点社群，也会要求发广告者同时为群友发微信红包。这在无形当中提升了社群广告成本和宣传门槛。在圈子营销时代，免费的午餐正在逐渐被取消。其实，社群的这种走向并非是要把微信这一工具与商业绝对割裂，而是要建立一种以互动和交流为基础的商业形态。那种进群之后从来不说话，或者偶尔说句话，然后不停地加入，加人之后再走人的营销方式正在慢慢失效。那些早期受到大家支持和关注的微商，在微信社群的新商业形态中开始走向末路，反倒是那些进群之后从来不主动加人，却能主动融入氛围、主动参与话题讨论、主动参与沟通、主动与大家真诚聊天互动的群友，不仅给大家带来快乐，也在群友面前为自己赢得了好人缘，更因此聚起了人气。此时，如果他要顺势推出自己的商业项目，由商业行为带来转化，已经变得水到渠成。人们为什么反对和反感社群里的广告？下面是一位身在国外、每天都用微信跟国内的亲朋好友微信群进行真诚互动群友的真诚表述。五才人。随着微信的全球应用和开放，信息传递已经从身边扩展到世界。我们玩微信首先需要建立一种信任、信赖的关系。我们把微信当作家人、朋友乃至客户进行感情沟通的平台。微信群也是我们的家园和组织。在这个平台上，
乱发广告是一种让很多人反感的行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想做微信营销，首先要学会融入社圈，融入团体，融入那种大家一起玩的氛围。如果没有这种心态，你的一切营销都会变得扯淡。在社群时代，沟通和互动变得越来越重要，纯粹的商业行为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那些把群当做自己的广告、推广产品的廉价平台，把自己的广告链接随时随地在群里抛洒，却不愿意花哪怕一点点时间跟群友互动的行为，都是耍流氓。那些长期潜水，平时在群里不和大家互动交流，不关心群动态，冷不丁打出广告链接的行为，同样是耍流氓。这种做法根本不会引起群友的关注和浏览。销售的最高境界不是销售产品，而是先把自己销售出去。对于那些想在社群商业上有所作为的朋友来说，不妨先静下心来，在群里和大伙儿多交流、多互动，慢慢的等大伙认识、认知、认可了你这个人以后，你的产品或广告推广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圈子时代，流氓营销是没有市场的。社群是有追求人的圈子。当我们的生活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后，微信成为很多人须臾不离的一种刷屏工具，而社群的崛起更让很多人有了一个混圈子的理由——社交。这种混，有人美名其曰资源整合，有人美名其曰价值共享，有人美名其曰拓展人脉，有人美名其曰践行社群经济。但是，你以为在这个信息高度发达、道德变得极端透明的时代，圈子真的那么好混吗？以社交的名义混在圈子时代，场景，群主。杂群啥时候再组织一次聚会啊？上次聚会挺成功的，结识了好多新朋友，和其中一位朋友一起合作的项目很快就要启动了。混圈不蒙圈。当我们的生活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后，我们也便进入了一个以社交的名义混圈子的时代。粉丝经济之所以能够崛起，社群经济之所以能够疯长，皆因移动互联网，它让我们可以更容易地找到自己想要的圈子，可以更方便地进入自己喜欢的社群。当然，在这背后依然需要社交来支撑。小米的成功让人看到了粉丝经济的力量，也让互联网时代的实践者看到了粉丝经济颠覆传统商业模式的希望。小米手机推出的和米粉做朋友社群理论，曾经引发了大规模网络围观，也吸引了万科地产、海尔集团等传统企业巨头的虚心学习。而大名鼎鼎的逻辑思维曾经风头强劲，以之为代表的自媒体也纷纷选择了以做大做强社区和圈子概念为突破口，并以经营社群的方式来打造新的商业模式，但迄今为止，无论是粉丝经济还是社群经济，在与商业转化挂上钩之后，就算得上成功的却屈指可数。除了小米手机的销量以及逻辑思维的影响力之外，能数得上来的成功案例竟然少之又少。在信息过剩问题日益彰显的今天，逻辑思维们遭遇了发展瓶颈。自媒体的活跃度在不断下降，而微信社群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疯狂之后，也开始归于理性。在大数据初步养成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社群经济的趋势性成长已经到来，纷纷依托互联网工具。低成本聚集大量人群，聚而结社，集而成群，并利用社群、微信通过互动
对最具有代表性的用户、最有潜力的合作伙伴进行筛选，然后集中资源搞定这些目标和对象痛点，在低成本营销的情况下谋求与之形成实际的合作关系。所谓社群营销，只不过是以社交的名义混在了一个集结于各种各样互联网社交工具周围的圈子时代。二、小米的圈子和模式。移动终端的普及将传统社交进行了媒体化改造，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企业都在考虑如何通过打造圈子的方式来进行营销。做得好的就上升为粉丝经济，而知道如何进行创新运作的则晋级为社群经济。小米作为在粉丝经济道路上取得骄人业绩的成功者，他们已经建立了自己独创的一套成熟模式，而且已经形成了与小米的市场运营体系高度匹配的操控体系和管理流程。同时，粉丝经济也激发了小米企业在市场、品牌、团队、管理等方面的多边价值增长。小米的粉丝经济模式在形式上是一种部落的方式呈现，其本质却类似于一种圈子模式。不同的产品板块和项目板块，不同的团队，不同的部门形成了不同的圈子，而这些圈子又都以雷军为链接点，彼此交互。首先，小米将员工打造成一个部落，雷军是这个部落里最有权威、最有决策力、最能调动部落里内部资源的酋长，而相关的合伙人则是执掌一方的长老。在小米部落里实行的是一种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从任何基层员工到雷军之间总共只有四个层级的距离：雷军、合伙人、主管、职员。这种层级关系可以是雷军、合伙人、产品经理、产品助理，也可以是雷军、合伙人、研发主管、研发人员，或者是雷军、合伙人、设计主管。其次，小米将核心用户纳入了自己的圈子，并因此形成了一种既有连接又互动和能量传递的外围力量。有这样一个故事，小米在推出米优产品的时候，最初只从刷机论坛挑出100个精英用户，小米把这100个精英用户变成了小米产品开发的编外人员，由此开始小米粉丝倍增，从100个到10000个，再从10000个到100万，一切水到渠成。与传统企业先建立品牌知名度、接受度和引发用户试用，然后再培养忠诚客户这样一种粉丝用户，用户的粉丝发展路径不同，小米的粉丝逻辑是先发展用户，再发展粉丝。这种用户粉丝的逻辑得以落地和实行，应该说是互联网为小米插上了一双翅膀。社群要永远追求落地场景。从周一的见面会开始，老王就开始了中年企业家的免费麦肯锡之旅，从顶层设计到底层设计，从粉丝转化成股东的创举，成为国内粉丝经济的引领者。互联网连接价值，连接一切的本质，为我们带来了高效率。小米的粉丝玩法，微信社群的爆发，让企业和品牌社群化成为下一个爆发点和热潮。微信的高粘度让人们感受到了互联网的力量和魔力。社群经济成为改变中国未来的新经济模式。在社群发展的早期阶段，虽然在豆瓣、MySpace、Qzone、微博等社交或社区化平台里都蕴含着社群的雏形，
但是这种社群雏形更多集中于精神层面，以兴趣为中心，很少能令人获得经济上的成功。收益丰厚者如后来的小米，赚钱者如2014年上半年的微商。社群经济的核心和关键点在经济二字，必须能产生经济利益才会成为社群经济。从早期诞生于 BBS 以区域、兴趣、组织等为特征的初级社群形态，到后来扎根于 QQ、落地于微信的主题社群，社群的核心和焦点已经从过去的内容为主向人本聚焦的层面，聚合共同价值观、聚合共同追求、聚合共同理想，这一转变将社群推向了一个历史新高峰，也为社群经济的落地提供了契机。因为社群创造一种企业参与的社群模型和产品形态，社群经济能够形成一种扎根于沃土的形态，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应用，而地利是智能手机的不断迭代和升级，人和是社交网络移动化和社群化。B2C 的电商消费习惯进入成熟期，正是这种各种因素的聚合处，才诞生了小米的粉丝经济奇迹和憨客公社的社群经济案例。无论是小米还是憨客公社，他们都抓住了社群口碑营销的本质，并通过 C2B 的预购模式最终走向落地。社群经济实现了人与人的连接，实现了人与物的连接，同时也实现了价值观的聚合。产品需求社群化为企业的研发模式、生产模式、营销模式加载了新的驱动。社群经济正在建立一种链条化生态，并引发组织结构、营销模式等的再造。跳进社交网络之后，过去那些看似高大上的硬广告几乎没有人用了，即便有也不受欢迎，大家更喜欢对话式的情感营销，贴近沟通，无缝链接。社群经济要求企业组织对自身进行社群化改造，包括生态链社群化、客户关系及管理社群化等等。社群经济基础稳固的前提是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模式和产品模式，以适应社群经济柔性化、分布式、个性化、动态化的特点。社群即连接，电商把买卖关系连接并产品化，社交网络把人和人、人和企业、人和兴趣等连接并产品化。在社群经济时代，最落地、最时效的社群运营方式是用技术、用数据、用好的产品、用情感去连接人群，是用线下的互动去转化线上的弱关系。如果做不到这些，一切社群经济都将是空谈。落地社群是要以口碑为核心的。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互联网商业，圈子或者是群体是一直都存在的。传统营销讲究的是找到目标消费群体，从而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并服务好他们。这实际上是一种泛圈子化营销，而互联网社群的发展则是将圈子进行更为精准和精确的定位与划分。喜欢小米手机的用户叫米粉，喜欢李宇春的粉丝叫玉米，喜欢憨客文化的叫憨青。在传统商业环境中，营销者将消费者进行了人为的群体化，消费群体只是被动地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或者对这种群体压根没有什么知觉。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则为人们自发聚集成各自不同的圈子和社群提供了机会。
每一个加入圈子和社群的人都有很强的主动性、目的性。如何建圈子？如何运营和维护社群？如何发起圈子活动、活跃气氛？甚至是如何解散圈子？主动性和主动权都掌握在参与者手中。大家也因此有更多的互动，由此所引发的将是社群经济更大的生命力。互联网改变了很多规则，其中包括品牌。在传统商业时代，品牌的内涵主要基于信任，基于消费者对你的产品、你的过往、你的企业、你的实力等的信任。而在互联网时代，品牌这一概念对于消费者、用户来说，更多是基于情感，基于人们对产品、对产品背后的情感符号，对产品或企业所代表的生活态度以及价值观等的认可。步入互联网世界之后，很多商业商品基于传统套路的品牌建设手段逐渐失效，因为在商品安全性以及基本质量得到保证的前提下，通过互联网技术辅以比较透明的消费者评分机制，比如在淘宝上可以对商品和商家进行打分。一些不知名、个性化、好玩或实用的产品，不用广告即可形成销量。通过搭建圈子、发展社群的方式树立口碑，同时以出色的产品体验搭配以很酷的价格设计，由此凝聚起巨大的口碑力量，一人为自己赢得巨大的成功机会，带来理想的销售。社群的本质是圈子，而圈子的核心是口碑。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搭建社群的成本已经低到不能再低，但运营和维护社群的成本却不断的在拉高。而这种移动互联网时代最大的成本体现就是信用成本。每个人都要考虑如何建立自己在社群中的信任关系，并进而获得口碑，同时为自己赢得更多的传播机会。在圈子特征十分明显的社群中，无论是对社群来说，还是对社群中的每一个个体来说，信任关系都是需要不断的积累和持续提升的。而对于在社群中导入了产品的人们来说，只有创造口碑才能获得收益。与工业化时代高企的营销成本、渠道成本相比，这些成本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可以趋近于零。但如何获得用户的信任，如何获得群体的持续认可，如何营造去除杂音的圈子和社群氛围，如何让用户愿意自动帮你传播和转发，这种信任成本的隐性投入是不容忽视的。有人说，对于商业而言，一个世纪前是比拼产能的福特时代，半个世纪前是比拼营销的宝洁时代，而现在是比拼心智占领的设计美学时代。因此，研究消费者需求，争取把好产品做到极致，已经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一个重要课题。汉克公社在社群经济上取得成功，在于顺势，以其兼务实价，不仅建立了消费认知，占领了社群心智，更赢得了用户和口碑。如何让社群更有价值？场景。今天的汉克 FFC 于9点准时开始，大家搬小板凳准备听课了。都谁在？开始报数。1、2、3、4、109。每个微信社群都可以被视为一个有很多固定顾客，可以存在一定的商业形态，可以形成商品展示，能够产生交易行为的虚拟店。对待微信社群，不应该仅仅把它看作一种社交工具和沟通平台、资源平台，
而应该把它当作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店铺来用心经营。其实很多人都看到了微信社群的商业价值，也都希望能够通过好的运作方式实现社群类的商业转化。但是很多人面对金矿却不知如何下稿。如果一家店每天有超过100位客户来逛，那么每个人逛3个小时，他们每天都来，而且你下班了，客户还在店里，这样的店不赚钱是罪过。这就是微信群。汉克老王不仅看到了微信社群的商业价值，而且把握住了微信社群的本质，所以才有了汉克公社此后在微信社群运营方面超越其他人的成功。那么，汉克公社是如何让微信社群变得更有价值的呢？第一，适应移动互联网的特点，做到道德透明化。超强巨大的人流量已经让微信社群变成一个站满了人、充满商机的大广场，却很少有人知道如何利用这个广场做生意。这是一个跟传统不大相同的市场。促销失灵，渠道失灵，原有的商业模式失灵，沟通方式失灵。在移动互联网这个基因之上，信用是需要重构，商业模式需要重构，传播方式需要重构。所以，穿新鞋走老路已经走不通了。在一切将走向透明的时代，道德和人格的透明化将成为一个社群能否成功的关键。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一切都将变得透明、通透，所有的商业形态都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所有业态都必须经得起透明的道德检验，否则你就不要干。拿微信朋友圈曾经达到疯狂的面膜营销为例，因为假货多，劣质面膜多，给朋友带来的心理伤害大。现在一提朋友圈卖面膜，大家的感觉就是要多不靠谱就有多不靠谱。因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方式已经从读报纸变成了一键转发。那些不靠谱的东西可以让你在一夜之间信誉尽毁，所以在汉克公社的社群，道德是透明的，也是进入汉克生态的每个人都愿意遵守的。这种透明的道德就是憨厚靠谱，为社群做一个好的顶层设计。对一个社群经营者来说，如果做社群的目的不是闹着玩，就需要为社群做一个好的顶层设计。比如汉克公社在开始运作社群之前，就已经从汉克发展观、汉克方法论、汉克粉丝目标群的界定、汉克商业模式、汉克 FFC 逻辑、汉克战略的正确落地方法等高度，为汉克公社做好了战略性规划和设计。这一规划和设计正是汉克公社的顶层设计，把微信的生活流变成价值聚合。微信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每4分钟一低头，每天3小时在线，这不是微信，而是生活流。如此伟大的商业资源，若没有用好，僵尸群、僵尸公号，则成为自己对自己的犯罪。每个人对微信都欲罢不能时，当大多数人打开微信进行各种晒时，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微信进行管理时，作为人们日常沟通的主要工具，如何将微信的生活流转化为实际价值，则要看你的运营水平和对微信本质的理解深度。在传统商业社会，所有的企业都面临运营成本极高、开发市场代价极大这样一个局面，而微信则为企业提供了价值聚合机会。
你可以在微信群打卡报到、开会培训、进行客户管理，因此将路费、住宿费、耽误在路上的时间等大量节省下来。一切商业最终都要入心，入心成本决定一切。而在各种商业形态中，入心机会最多，入心成本最低，入心频率最高，入心程度最深的是移动互联网。憨个公社很好地利用了移动互联网这种入心机会，通过把微信的生活流变成价值聚合的方式，让憨客和憨客厚厚靠谱的价值观成功留住了每位憨客的心理。其次，优化碎片价值。在全国13亿中，使用微信的已高达8亿多，由此形成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虽然微信的功能越来越强大，每天可以跟那么多人一起待在微信上，但是利用微信干成事儿的人有多少呢？很多人的时间都浪费在微信的碎片化上，大量垃圾信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每个玩微信的人整天抱着手机，甚至到了老婆不看老公，老公独自娱乐的地步，日子没有办法好好过了。人们的精力被粉碎撕碎，人们的时间被干耗撕碎，人们的工作被干扰撕碎，人们的事业被影响撕碎，人们的生活被打扰撕碎，人们的生命价值被压缩撕碎。微信给我们带来的危机是忙忙碌碌，一事无成。生活中的人分为强者和弱者，强者的生活就是影响别人，弱者的生活就是被别人影响。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之后，加大了这种差距。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这种强弱关系变得更加离谱，强者和弱者的关系变成磁铁和铁的关系，影响和被影响慢慢变成了被追随与追随。微信的出现在移动端打开了人与人连接的通道，只有那些能优化碎片价值的人才能成为有吸引力的磁铁，永远吸引别人，永远被别人追随。憨客公社的社群管理自成体系，让粉丝的每一寸时间变得有价值，因此乐于追随。其五，持续性创造干货，价值分享。在憨客公社粉丝关注度最高、最兴奋的时候，就是总社每一次抛出干货进行价值分享的时候。憨客节、憨客粉蛋会、憨客金融节、憨客 FFC、 憨客易筋经、憨客公社的九阳真经，对于憨粉们来说，这些分享恰如一大波红利来袭。其实憨客公社提供给粉丝的远不止这些。链接：憨客凭什么？憨客公社、憨客生态、憨客文化和憨客精神、憨客的种种，虽然只是从一瓶小小的憨客酒而起，却引发了无数憨客的精彩人生。无疑，憨客公社为大家建立了一个价值感极高的微信群，而在这个越来越大的平台上，憨客已经留住了大家的心。那么的如此功德，憨客究竟凭什么？在憨客公社的微信群，不只是每天早晚问候，不只是每天闲聊扯淡，不只是常常以抢红包游戏为乐，也不只是貌似人性肆意的帮好友投一些莫名其妙的票。请看一看2015年春节前的某一天，同一天，全国各地的憨客微信群都在干什么？你就能明白为什么憨客公社的社群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和粘性。你也就能明白为什么憨客公社能够在短短一年之内从社群经济收获很多。这一天，憨客总社群
人在香港金融界大咖列军博士憨克汉辉在讲解股票与期权。憨克公社邯郸群企业管理大咖元老憨克张安平在讲解人文关怀。憨克公社山西群憨克公社酒文化传播大使新小兵憨克大象在讲解白酒知识。憨克公社安阳群憨克中的情感专家在讲解婚姻如何修正与磨合。憨克公社成都群憨克老贼在讲解白酒认知。憨克公社安徽群憨克徐悦在讲讲憨克自律。憨克公社蒙西群憨二哥在分享粉丝经济。当别人在群里整天沉浸于抢红包、发红包、不发红包就潜水的简单机械社交的时候，当别人的群里都是纯聊天、瞎扯淡的时候，当别人的群里还在发愁如何才能让大家热情互动的时候，憨克公社群里却在坚持做各种各样的知识分享和价值沟通，满足粉丝需求，做好粉丝服务，提升社群价值。总之一句话，一切以利他为出发点，一切以粉丝利益为核心，让粉丝获得价值，让社交产生红利。说到这里，憨克凭什么？相信你也明白，粉丝利益才是社群经营者与参与者的核心关注点。